我是东角里关怀中心的志工，我王素雪，85岁，啊，伫算这物件吼，足心塞的，算数这学习手机啊，啊，咱这老人拢唔捌移掉，啊，来移足心塞的，哎，啊，移落拢唔怎刷就对啦，用心的在算，咱这老人这老啊吼，啊，拢会变形，看要变囡仔，哦。啊，是要变好手，啊，变迄个外国面也使，啊，起做好耍。啊，即摆翕安尼翕起吼，替转去祖囝就讲，哦，啊你啊，搁有生阮少年的时阵，啊，为着讲先含祖孙感面，啊，所以大家就拢爱来关怀中心上课，拢袂歹，啊，迄老师爱啥拢甲咱教教甲足好。伫个厝头，家己会当迄个时间无聊的时间，就甲算，较袂痴呆。伊老师了，若甲咱教，咱就爱学起来，啊，聊聊啊，伊无要紧。咱这老人，安尼头壳较袂痴呆。